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。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棋手无花，看看这把牌大无花有没有机会。觉得好像机会不大呀，外面一沓瓜子也没有出来几个花。对家倒是上来就启动去做碰碰胡了，碰完九条打八条，这是在表明态度啊。来2万打4万，我的牌现在缺将，花来了，大无花是彻底没希望。现在多搭子，开掉卡二筒的搭子。倒也启动，下家的牌路有点不明。先不去关注他们了，看看自己的牌怎么上了。对家碰碰胡听牌了，来三条打二条，觉得一筒要比两条更危险。两个都是升张，二条安全过关，来七筒听牌，再拼个一筒。还好对家一筒是开杠，这个牌还有机会啊。再杠小鸡，一直来伸张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！这样来早晚要点炮啊！对呀，你也来点手张，定定心。下家也听牌了，现在是三家听。上家也来了，四家都听啊，四家都听，那就看谁的牌硬了。看看下家听什么？下家混一色听三叫，25万带西风，别摸风向就行。8万自摸，不给他们机会。三花八分，加个长13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上来就进卡张，舒服啊！但这个牌还是差得远，搭子都是卡张。8万来克子，先打9万。来7万，那就打掉3万。一上张，抓六筒听牌。这次换我听三叫。大家抓花，杠1万点炮，4个花10分，加个长18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先打小鸡儿，这个牌缺将，一上张的牌型，但这个牌有调整的空间。来9筒，打4条，4人抬轿。9筒以来，我这个牌调整的空间可就不大了。上家是自降身价，东风没有花也去碰，搞不好他手里还有一对风啊。抓花杠3条，
这个牌再去开掉变系统的搭子。从牌面上看，两家在做颜色的，上家做筒子，下家应该是在做腕子。七筒抓回来了，这个牌也不算是开错搭子，算是没办法，腕子也不敢打呀。现在抓七万听牌，这个牌选择听三角打三条，倒是让下家逃过一劫。上家包掉对家，对家这个北风打得有点拼啊，一张没见也敢打。看看上家单掉什么，掉三筒啊，掉的上家估计要郁闷。还好对家打9万点炮，加个苍蝇17分。